全部弹好。阿嫂们在弹头发的过程当中，一共加入了两把长发。加入这两把长发不是假发，而是怎么来的呢？有一把是我们16到18岁的时候剪下来的，象征已经成年；另外一把就平常梳洗的时候掉落出来的长发，然后一根一根把它积累起来形成了。